住哪里？我是住嘉义。现在住哪里？哦，我刚好在那个附近找朋友而已。你再拉一下口罩。去到那边。来，我们去里面。你不是叫这个名字，直接报身份证，你真正的身份证字号。不然我现在要带你去按指纹，你跟这个人身份完全不符合。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车主不是他。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你妈叫什么名字？跟你回去按。你妈叫什么名字？你妈叫什么名字？你回答不出来，身份证字号直接念给我。简单的问题，有需要搞那么麻烦是不是？啊，来，手往后边，手往后边，不要反抗啊。车上有没有药？没有，就先这样子就好了，不要动了。本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于14日凌晨3点左右执行巡逻勤务，在古山区民华路发现骑士未戴安全帽，立即驱前拦停。骑士图姓男子均配合出示身份证件，供警方查证。当中发现照片与本人有异，经进一步询问图男。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却答不出来，才坦诚遭通缉。证件麻烦一下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哎，等我，下来，等我。你是哪名啊？冰城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。